小林玩具，好香啊！哦，下好吃的草莓，跟我回家吧。等等，喂，我先来的。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刚刚都不在这呢。我从刚才一直在这儿。但是先到先得。那好吧，要不咱们俩来一场公平的游戏。我为啥要跟你玩啊？游戏就是食物对决，放马过来吧。游戏规则呢？一，这里有各种形状的蛋糕卡片。二，玩家制定战略后，将蛋糕卡片放在各自的盘子上。三，轮到自己时，说出一个对方可能会放置蛋糕的位置。四，答对了可以再猜一次。五，答错了则轮到对方。六，空格内可放置三个陷阱，当对方踩到我设置的陷阱时，则必须说出一个自己的蛋糕所在的位置。七，当有玩家收集到四张蛋糕卡片后，就可获得美味的蛋糕作为奖励。 OK， 石头剪刀布先来决定猜的人。石头剪刀布，哦，B 三没有。你的 B 三有吗？有。 B 二有吗？有。 C 二有吗？没有。哦，有吗？有的，我的这个杯子蛋糕被你拿走了。啊，就一个那个吗？对。第二，有的。因为接下来都是大的了嘛，所以旁边肯定是有了，就上下左右得想啊。不行。一二，没有。哦。A 二有吗？有。哦，我还没有得到蛋糕吗 ？OK。A 一有吗？没有。哦。C 二。C 二有的。第三有吗？第三有的，但是我依旧没有得到。依旧没有得到，我先冒个险吧。E 三。E 三有的。哇，那我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得到，还没有得到。E 四。E 四有的。哇，但是还没有得到。不会吧。D 四。你拿走了。你猜一下是什么蛋糕？是那个最大蛋糕吗？没错，我已经失去两个蛋糕了。第一没有。终于到我了。 A 三有吗？ A 三有。你得到了，恭喜。最大的那个是不是？是。第一有吗？第一没有。C 一有的。哇，第一有的。那我就得到是不 Z 字形吧，就叫它。对对对，是吧？没错，那你就拿到三个了。耶！哇 ！A 四没有 ，C 三。哦，恭喜你啊！踩到我的陷阱了。啊，那我不是输了吗？你需要告诉我你的一个位置。对啊，那我就只剩这一个了。我告诉他一个位置，就几乎。但是也有上下左右的。有一些，对。对。B。B 四啊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？B 五，没错，耶！果然是我美食探长。这个有着酸奶的香气，像云朵般的口味，再加上这个塔